息息園以普濟勸善作為屬校的校訓，本處以學生為本、因材施教的辦學理念，透過提供我們全方位的課程，啟發我們學生個人的潛能。除了著重學科知識的傳授，息息園亦都重視培養我們學生去建立積極的人生觀，以達至身心靈的均衡發展。自1974年創校至今，何鋒中學已經踏入第45個年頭。何鋒中學為了能夠令我們的學生在一個理想舒適的環境之下學習和成長，以往這麼多人的校長都積極地去完善我們的校園設施。在我們的41年的時候，就有這個體適能中心和校園電視台，而今年我們第45周年，正是着手去設立這個 STEM 教學活動室，和增添更多先進優良的教學設施，讓我們的學生在學習上面更加能夠與時並進。何鋒校內設施不斷優化，為同學提供更有利的學習環境，令到學習更加得心應手。多年來，同學在學術上力求突破，獲得驕人的成績。何鋒學生這麼多年在學術都有卓越的表現，當他完成了中學階段之後，很多同學都能夠升讀本港大學。而2016-17我們的中學幸運人士為例，陳伯琪同學和黃曉凱同學都考到6.5星的成績，入讀全港收生最高分的中大環球醫學系。除此之外，過去幾屆都有不少同學入讀這個法律、環球商業、精算和牙醫這些學系。另外，何鋒中學非常著重學生的全人發展，即是鼓勵他們參與社會服務。劉建雄同學和顧之田同學呢，分別在2015同埋2018年得到政府嘅多元獎學金，全額資助佢嘅大學費，咁呢就非常之高興嘅。更者高興嘅就係咧，喺2018年就讀中二嘅錢翠英同學，佢獲得大中華獎學金，全額資助入讀英國著名嘅寄宿男校拉德利公學。何鋒中學喺1974年創校至今，喺社會上持續保持著十分良好嘅聲譽，為學生提供優質的全人教育。45年以來，培育了不少的人才。近年在大學聯招的學位課程錄取人數持續上升，是十分難能可貴。可鋒中學是很多家長和學生非常心儀入讀的中學，全部中一的新生都是第一組別的學生，有優秀的學生亦都必須要有良師的栽培才可以成才。可鋒中學正因為是有十分盡責和具教學熱誠的優秀老師，才可以有今日的成就。在這裡必須要多謝老師們的付出。可鋒中學在2017年的校外評核的報告呢，對學校的領導、自評工作、課程的發展、教學和學生成長支援呢，是均有十分正面的評價的。學校在行政管理方面運作暢順，校長呢有清晰的目標，領導強而有力，能帶領學校呢在各方面的發展。可鋒在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呢持續提升，在同類第一組別的學校中呢學術表現突出。此外呢，課外活動呢多元化，學生表現出色，教師和學生呢都喜歡學校，雙方呢都擁有強烈的歸屬感。成日說可鋒學生有三德：讀得、做得、玩得。何鋒學生讀得書，成績好，中英兼善，在學術比賽屢獲佳績。何鋒令我最印象深刻咧，就係成班同學之間嗰種好團結嘅學習氛圍啦。咁特別係中學嗰陣，大家準備 DSE， 如果有啲特別難嘅題目啦，或者係邊度唔明咧，我哋都係一大班人一齊去研究，一齊去討論啦。咁同學之間亦都完全唔會介意去分享自己嘅學習方法。咁喺精神上咧，我哋都會俾對方鼓勵同埋支持。所以我想如果没有了这个一起奋斗的过程的话，我们都没办法在备战公开试的路上走到这么远。辩论带给我的是合作和突破。
在辩论场上，我们会有各自的角色和分工，有条理有策略地将辩题更立体地呈现给评判。默契就是一个眉头眼额就知道对方想表达的内容。至于突破，我们第一次参加普通话组的辩论赛事，更加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代表香港到佛山和马来西亚参加世界辩论公开赛，扩阔视野。我由细到大都一个比较静和被动的人，入了英文辩论队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转捩点，经历了无数次的论点建构、模拟比赛、改稿写稿、赛后检讨，我慢慢学习了放胆去表达，更加着重逻辑和组织，去到最后可以站在全港总冠军的台板，在几千人面前松容不迫地陈述论点。而家回望翻，我觉得是判若两人。现今社会重视多元人才，不单只要求读好书，亦希望年轻人推己及人，服务社群。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些校外的朋友去筹备一个探访露宿者的活动，那我今次就真真正正可以学习怎样好好地筹备一个活动，处理活动的细节和一些待人接物处理事情的方式，所以一些校外的经历和体会亦都令我获益了很多，同时亦都推动令我自己去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在我中五的时候就决定参选学生会，希望将我自己一些经历和得着带回来可丰，去令到学生会的运作变得更加顺畅，和去提升服务同学的质素。要讲起在可丰入面令我成长得最快的一个部分，就应该是参加义务工作了。咁好記得咧，嗰陣時可豐咧俾咗好多機會我哋咧去參與啦，或者自己去籌備好多唔同嘅義工活動，譬如係探訪長者啦，又或者校內校外嘅籌款工作等等，亦都令我覺得自己可以唔單止服務香港、服務社區，更加可以服務世界其他嘅角落，所以好榮幸或者好開心啦。其實啱啱咧就去完一個聯合國嘅青年義工計劃，除咗讀得做得。可豐同學在其他校外活動和比賽都有卓越的成就，發揮個人潛能。在機緣巧合之下，中一就接觸了棒球，估不到一打就是六年。當中印象最深刻就是中三那年，我們整班隊友一起看了一套熱血棒球電影《Cano》，我們就秉承著那種《Cano》的熱血精神，彼此之間互相扶持，在積極訓練之下，最終贏了我們夢寐以求的學界冠軍。隊友以及教練之間一起又跳又叫又喊又笑的畫面，是我棒球生涯裡面最美好的回憶。記得當時認識了一位港大的師兄，機緣巧合下他帶我去參觀港大工程學系的研究室，那裡的教授知道我很熟悉遊戲開發的軟件，就邀請了當時還是中五的我做研究助理。這次難能可貴的機會拓闊了我的眼界，令我認識到 VR 的發展趨勢和可能性。可豐校友遍布社會各界，我很感激師兄師姐畢業後仍然不忘提携後進，有幸成為可豐的一份子，我很希望將這種飲水思源的精神一直傳承下去，將來幫助師弟師妹。很多謝可豐給了很多不同的機會，我去發揮自己的才能，由中二培育我去做司琴，到合唱團伴奏，然後合唱團指揮，全校面前的獨奏機會，很多謝老師給我在這六年來接受音樂的薰陶，令我堅定選擇走音樂這條道路。好